你想这3000万个男孩如果找不到对象的话，他们是不是脾气很大？脾气很大的时候，气候就会变了。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做这种每件事的事情，要从我做起，对不对？我们这怎么办呢？你知道，你先把你那本匀出来。这不是3000万，就2999万。这个算的。下来我也不能说了，就说呢，我要下来跟吕张、曾文红、张志红，咱们就下来私下谈去。哎，还记得没有？前段时间艾米丽写了一篇什么作文是吧？Dream Be Come True， 对不对？曾红不是小朋友，不是受到这个电影人什么采访？你知道我咋想的？想不想听？咋想的？迟早有一个得姓姚，你知道吗？小孩听不懂是吧？哎，我在讲第一条，我为什么说要坚持未放弃？
想听一下来，坚持微邦美女和陈景红的领导，这今年他俩做出了很多工作，对不对？我也不用再说那些事情了。但是呢，我就发现我最近呢对微邦去做了很多研究，我发现我这个人呢啊，是一个，就是我儿子对我的评价，就是一个 follower 不是 leader。 我也发现我自己，我永远是跟别人学。我以前呢就是比如说徐雷锋，对吧？这段时间呢，对，我最近对这段时间又学了谁，宋思明。你说吧，咱要是我觉得学宋思明不实际，没那条件的，学微邦去好吧？哎，微邦去，我们你看我们俩我们太好了。我和这两个我们商量很久啊，我们就发现了啊，如果微邦去不来加拿大，2009年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这个庆祝晚会的晚会，放声高歌的将不是那个谁，那谁呀、啊？彭丽媛。不是彭丽媛，是刘延庆。刘延庆，你知道为什么呢？习仲勋那就靠边站了。如果我们为了进步，对。就是我们为了去了，这么。微邦去就是习近平的。对。对，如果当年还有如果，如果当年魏邦旭不从美国移民到加拿大，就不会有第一个黑人总统，是吧？第一个华人总统，对吧？我跟你说啥？你得博论，除了你博论。哎，你发现没有，魏邦旭最近干啥的？你们知道魏邦旭在干啥的？学习嘛。魏同学学啥呢？学法语呢。他如果没有不懂法语，他能当总理吗？这就是第一个华人加拿大总理。那别的都不用说了，这个陈景红同志大家都是有目共睹，对吧？我就只说一件事情，今年的魏邦要翘片了。陈景红呢，每日穿梭于白宫和中领馆之间、主使馆之间，他为了啥？促成了奥巴马的对中国的第一次访问。对对，下来我一想，要去参加一个中国，主要是歌颂我们两个。要给这个谁？有没有再唱一遍这个？再唱一遍，好。大海航行靠舵手，预备起。大海航行靠舵手，我们的高榜心，一路滋润和表彰，在提高的是为张旗思想，你儿离不开生涯。咱都带一些。第二呢，我们商量的事情，这个自己来做。那么这样的话，我们有一个领导操心还是多，领导操心太多，我们太省心了。领导辛苦了，领导辛苦了。领导辛苦了，你照顾两个人。行了，我们下一个啊，不要谦虚了，谦虚了我。